管家族的，他又没上教。我说呀，我要没上教，我觉得我两年没见过一个。他不认我去，他说那不是我们去，我们是革命者，这个就是那个苏联管家要去这个东西，我们不能去买。他这个慢慢的慢慢的他变多，他说中国人没有上教，我们也要去上教。是那儿去的啊、proletarian 应该是吧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过来的最初长期的改造过去，长期的改造。1982年，韩村和杨早来到了北京昌平的小王庄农场，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机械化养牛的尝试。在这里，韩春亲自为农场设计了通风保暖的牛棚，以及喂料、挤奶、清粪用的机械设施。后来，他们又引进了计算机管理，使得小王庄农场成为中国早期机械化养牛的示范奶牛场。所以小牛，小牛生的时候我刮以后，说像个这个。